既然我们水质先生这么迫不及待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去。这是一条一天不吸烟就浑身难受的水质，每天如果它没有尼古丁的陪伴，它就浑身难受。这是两只含有大量尼古丁的烟卷，如果我们把两只含有大量尼古丁的烟卷放进水里泡成尼古丁水，再把水质放进去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首先我们先把烟卷扔进去。哎，烟卷刚刚扔进去，我们水质就迫不及待朝这边爬过来了。不要心急啊，我们先把这个烟卷在水里面泡一段时间，让它把尼古丁充分的泡出来。我们用力搅拌一下，加快一下尼古丁的溶解。看见没有，我们水质已经发现这个尼古丁存在了啊，疯狂的往上爬。我觉得这个纯度也差不多了啊。既然我们水质先生这么迫不及待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放进去。哦，看见没有，又是这么兴奋，我的天，都要窜出来了。看来他很喜欢这个尼古丁的味道啊。哇，他在里面练起了自由泳，看来很是高兴啊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看来我们水质先生在里面是吃饱了，太撑了，需要休息一会儿。在里面现在缩成了一团啊，看样子是在伸懒腰。时间过去了七八分钟，哎，我们水质先生怎么不动了？睡着了吗？哎，真是懒啊，吃饱就睡呀。喂，什么情况？我知道了，他肯定吸食过多的尼古丁兴奋致嘎了。果然啊，吸烟有害健康啊。